次爱心修缮工作照顾过失，再次感谢我们的中心社区发展协会。现在请到我们的现场的是中正社区发展协会。中正社区发展协会协会呢，自从民国1997年来办理新移民师资班，也用心耕耘我们办理新移民各方面的活动系列。我们虽然说转眼这些新住民之子透过暑假的太古民计划活动，给他们学习平台来创造如此共同学习成长的机会。现在我们鼓励凝聚期待着我们所有的姐妹亲子团用热情热心的学习行动来感动在地的族群，融入社会，并加入我们乐龄老人的元素，让他们的家乡故乡也不只是口号。我们有请中正社区发展协会表演，请开始。是的，掌声鼓励中正社区发展协会。老中青都来了啊！